各位观众大家好啊，又是我 Kenny， 而家冲紧凉啊。今日是2022年9月1日，是全港学生开学的大日子啊。大家今日翻工翻学畅唔畅顺呢？我就非常之醒目，明知道今日开学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交通挤塞呢，所以我昨晚就瞓喺公司嗰度过夜，咁就唔怕第二日迟到啦。我简直系天才。所以咧，大家如果唔想塞车，运输署咧就喺两日前咧就系发出咗通告啊，就系提醒各位，就系要早啲出门口，因为开学日系会造成大塞车。不过咧，今日咧同时亦都系疫情升温日子啦。本地確診宗數已經是突破10,000宗咁多，所以呢相信很快那些學生上學呢就是會變回做網課和沒得面授咯，所以呢在一日之內就可以發生了一件喜劇和悲劇。不知道大家對今天這個情況是有什麼意見呢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，耶、yeah. ！Kenny close， 耶、yeah. ！